东西收拾好了，啊，咋了？想到要去晨光教会转移书籍，我心里就胆怯。我本来就被抓过，要是再被警察抓到，肯定少不了酷刑折磨。要是被打死了，临到警察抓捕，心里胆怯害怕也正常。我也经历过不少这样的环境。 当时也害怕，后来借着看神的话，才对自己自私卑鄙的败坏性情有了点认识，也对神的全能主宰有了些实际的体会。那你是咋经历的？呃，去年七月，我刚做教会带领，嗯。八月十三日，我办完事回到接待家，刚打开门，眼前的一幕把我吓了一跳，屋里的东西被翻的一片狼藉。 厨房和客厅的灯全部开着，被警察抄家了。是，我猛然意识到，不好，出事了。配搭的姊妹讲道员和接待家可能被抓了。我赶紧跑到卧室，看见房间也被翻得一团糟，我心里啊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要是警察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，看见我来这个家，就知道。 我是尽重要本分的，肯定会来这里抓我。慌乱中，我赶紧收拾几件衣服就离开了，太危险了。是。到了另一个接待家，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幕幕。如果姊妹们真的被抓捕了，他们知道几处教会的人员情况，还有保管书籍的家。 如果当时姊妹的电脑来不及关机，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份信息就会被警察掌握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、啊、遭到抓捕。是啊，现在第一时间要处理善后工作，先通知有安全隐患的弟兄姊妹躲藏，嗯，再转移神话与书籍。是啊，这样能避免给教会工作造成更大的损失啊。是。但想到。 这么多善后工作都得我一个人出面处理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我才进这个本分没几天，对许多工作都不了解掌握，嗯、这善后工作怎么做呢？想到这些实际难处、啊，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特别压抑。我心里啊也有些害怕，怕警察监控把我抓走。 如果我被抓了，受不住警察的酷刑折磨，背叛神做了犹大，死了还要下地狱受惩罚。我信神十年了，不想落得这样的结局，我还想跟随神到底，看见神得荣的日子。面对现实的难处和将来未知的一切，我在焦虑恐慌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。 那和你配搭的姊妹是真的被抓了吗？是。第二天啊，另一个讲道员李雪告诉我，讲道员和配搭的姊妹确实被抓了。听到这个消息啊，我知道是神保守我逃过一劫，不然这次被抓的人中就有我一个。是啊，但一想到需要我去转移书籍，我心里就有些打怵。 如果被抓的人做犹大出卖了保管家，我去保管家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想到之前被抓的人，有的做了犹大，有的千三叔背叛了神，被打上了兽的印记。这些人，哪一个信神时间不比我长啊？他们被抓都站立不住，何况我呢？如果我被抓背叛神做了犹大， 能拯救的机会就没有了，那这些年我不就白信了吗？想到这儿啊，我心里胆怯，不敢去。但转念又想，现在只有我认识保管家，我不去转移，万一神话与书籍被警察掳走，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，活在懊悔、愧疚里，自责到死。是啊。 这是一辈子的亏欠呢、啊。是，我想到神的话。嗯，全能神说：“怎样对待神的托付，这事太重要了。这可是严重的事。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，你不配活在神面前，应该接受惩罚了。” 神对人的托付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，这是人最高的职责，跟生命一样重要。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，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，这就比犹大更可悲，该受咒诅。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，人必须得看透。起码应该明白，神对人有托付，这是神的高台，是神特殊的恩待，这是最荣耀的事。别的什么都能放弃，甚至性命不要，也得完成神的托付。阿门<们>，阿门。 神的话让我明白了，神给人的托付，这是人的责任，是人的使命。遇到危险环境，能敢于去面对，献上自己的忠心，保护好神话与书籍，这是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呢、啊。是。可我呢，对待本分没有忠心。现在存放书籍的家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 需要我尽快把神话与书籍转走。可我为了保全自己，就不愿意去处理善后工作。不管书籍是否有被警察掳走的危险，我这就是背叛的表现。哪有一点良心理智啊？真有良心理智的人，在危险环境临到的时候，能挺身而出维护神家的利益，依靠神，把本分尽好。是。 我如果贪生怕死，不敢去转移，导致书籍落入大黑龙手中，我就成了千古罪人，该受咒诅，比尤大更可悲呀、啊。是啊，关键时刻撂下本分，背叛神，这性质啊，太严重了。是。这时，我想到神的话。全能神说。 你可知道，周围的环境都有我许可，都是我在安排。要看清，在我所给你的环境里来满足我心。不要怕这怕那，万军之全能神必与你同在，他做你们的后盾，做盾牌。你不要怕这怕那。 无论千难万险，你都能稳定在我面前，不受任何的拦阻，让我旨意得畅通。这就是你的本分，不然我会发怒于你，免得我手，你就会心里难受不停。 你要忍受一切，为我肯撇下一切，拼命的跟从，付出一切代价。这是考验你的时候，能否献上忠心？能否忠心跟从我到路中？除去你的惧怕，有我做你的后盾，何人能把路横？ 切记，切记，事事都有我的美意，是我在其中见察。你的一言一行能否行在我的画中？有火的试验临到，是屈膝喊叫，还是畏缩不能前行？阿门<们>，阿门<们>。神的话让我明白了。 教会遭到共产党的抓捕迫害，有神的许可，嗯、得相信神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的环境临到，对我们也是考验啊。是。现在教会临到抓捕，做好善后工作，保护好神话与书籍是我的本分，是应尽的责任与义务。我不能活在胆怯的情景里，得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阿门。 我平时口口声声说相信神是全能的，临到事儿才看清自己的真实身量。对神的信心小得可怜的，真是这样。我又想到，这次我正好出门办事，第二天姊妹们就被抓了，是神的主宰安排，我才逃脱警察的抓捕，能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。是。想到这里啊。 我对转移书籍也有了信心，嗯，心里就有一股劲儿。今天去转移书籍能不能被抓，是神说了算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嗯。现在啊是和时间赛跑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书籍早拿出来早安全，不然随时就会被警察掳走。是啊。过后我就和姊妹们商量，我们分头行动。 去的路上，我不住的祷告，心一刻不敢离开神呐。那一路上还顺利吗？感谢神的保守，我们平安的把书籍转移了出来。十几天后，听说警察上门搜家，扑了一场空。哎呀，幸亏及时转移了。是，听到这个消息啊，我心里也很庆幸。不然书籍被警察掳走，我将留下一辈子的遗憾。 这是永远的过犯呢、啊。到了九月三号早上，李雪又来告诉我说，前两天又有人被抓做了犹大，把教会的保管家都出卖了啊！那刚刚转移的保管家也被出卖了，是需要赶紧转移。听到这个消息啊，我的头轰的一下懵了，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 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现在急需把书籍转移走，不然犹大带着警察上门就晚了。是。但转念又想，犹大已经出卖了，哪些家警察已经上门了，哪些家警察没有上门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去转移书籍，万一碰到警察，那想跑也跑不了了。我要被抓了。 警察知道我是带领，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到时候我受不住酷刑，做了犹大，就彻底没有结局归宿了。想到这儿啊，我就不敢去转移书籍了。这样想时啊，我心里也受责备，嗯、我就向神祷告。神呐、啊，临到这样突如其来的环境。 我心里胆怯，怕自己被抓，受不住酷刑折磨，背叛神，就没有结局归宿了。现在神话与书记有危险，需要我转移，我却自私卑鄙，为自己后路考虑，我真的没有良心理智。神啊，愿你加给我信心力量，能在这世上满足你。阿门。过后。 想到神的话说：“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，贪生怕死难通过，豁出性命能踏实通行。人有胆怯害怕的意念，正是撒旦的愚弄，怕我们越过信心的桥梁进入神里面。阿<们>”阿门。我对神的信心太小，每次临到危险环境，我考虑的都是肉体利益，担心自己被抓，失去蒙拯救的机会。 而不是想着怎么保护好弟兄姊妹和神话与书籍，维护神家利益。看到自己的思想啊，太卑鄙龌龊，也看到自己对神的全能主宰没有认识。是啊，想到上次转移书籍的时候，我心里也胆怯。是神的话语给了我信心胆量，最终安全的把书籍转移了出来。后来听说。 我们刚把赎金拿出来，没多久，警察就去保管家了。看到没有神的许可，撒旦不敢越雷池半步，一切人事物都在神的手中掌握。阿门<们>。想到这些啊，我对接下来处理善后工作有了信心。嗯。到了晚上，我回想这段时间的流露。嗯。 看到神的话，全能神说：“在大陆那种环境下尽本分，要想不担一点风险，保证不出事，这可不可能？再谨慎的人也保证不了，但必须得谨慎，事先做好准备就好一些。” 一旦出事，也能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如果一点准备没有，一旦出事，损失就很大。这之间的差距都能看清楚吧？所以，不管是聚会还是尽什么本分，都要谨慎为好，有必要做点预防。 有忠心的人尽本分的时候，就能想得周全一些、全面一些。他心里想的是把这些事尽量的安排好，一旦出事，能使损失降到最低，得达到这个果效。没忠心的人不考虑这些，他觉得无所谓。 他不把这事当成自己的责任与本分，出了事心里也没责备，这就是没忠心的表现。狄基督对神一点忠心都没有，给他安排工作，他接受的挺痛快，表态也很好。 但临到危险，他跑得也最快，他是第一个跑，第一个逃。可见他自私卑鄙，特别严重，一点责任心和忠心都没有。临到事就知道逃，就知道躲，只想保全自己，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责任与本分。 狄基督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处处都表现出他自私卑鄙的本性。他不以神家工作自己的本分为重，更不以神家利益为重，而是以自身的安危为重。阿门<们>，阿门<们>。神杰是狄基督有地位时满心欢喜。 保爱地位，享受地位。需要让他担风险时啊，他第一时间就是躲，就是逃，保全自己的安危。对待本分没有丝毫的忠心，把身家利益抛在脑后，特别的自私卑鄙。是。想到自己流露的，不正是这样的情形吗？今天神恩待我，金带领的本分，给我操练的机会。 神希望我在本分上有忠心有顺服。可我身为带领、啊，当神话与书籍面临被警察掳走，需要我维护神家利益尽忠心的时候，我不是第一时间想着如何转移书籍，把损失降到最小，而是害怕被抓受不了酷刑折磨，做了犹大背叛神就没有结局归宿了，就往后缩。 我哪有一点良心理智啊？就和神话揭示的第几度一样，特别自私卑鄙，没有人性。是啊，现在弟兄姊妹被抓，保护好神话与书籍是首要任务。但这个紧要关头，我总保全自己，对神哪有忠心呢？我又看见神的话说。 你始终不实行真理，你的过犯越来越多，那你的结局就定型了。显而易见，你所有的过犯与你所走的错误道路，再加上死不悔改的表现，综合起来就是恶行累累。你的结局就是该下地狱了，就该受惩罚了。阿门。 原来不实行真理的后果这么严重啊！是啊。看到神的话，我心里也感到害怕。我外表是在信神尽本分，关键时刻不维护神家工作，对神没有忠心，还谈什么蒙拯救啊？是啊。我不愿再凭自私卑鄙的败坏心情活着，不愿再当缩头乌龟保全自身的安危。只要有一口气。 就要维护教会的利益，阿门。我又反省自己，之所以胆怯害怕，就是怕被抓，受不了酷刑，做了犹大，就没有结局归宿了。寻求中，我看到神的话，全能神说。 跟随神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安排，都有神给人预备的尽本分的环境，有人所应该享受的神的恩典恩待，还有神给人预备的一些特殊的环境，还得受许多痛苦，不像人想象的一帆风顺。 那些为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而殉道的人，他们尽的本分达到什么程度了？是不是达到极致了？这个极致用什么来表现？献出生命。对了，是用生命做代价。 人这一生当中，家庭、钱财、物质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唯独与自己有关的是生命。生命对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，是最值得人保爱的东西，是最宝贵的东西。 他们恰恰能献出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来证实、来见证神对人类的爱，直到死，他们都不否认神的名，不否认神的做工，而是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来见证这个事实的存在。这是不是最高的见证？ 这是最好的尽本分，这是尽到责任了。即使撒旦威胁、恐吓，甚至最后要让他们用生命来做代价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的责任。这就是尽本分达到极致了。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 是不是让你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见证神，来传扬神的福音？不一定需要你这样做，但是你得明白这是你的责任。如果神需要，你应该义不容辞的接受。阿门，阿门。从神的话中，我明白了。 我害怕被抓，遭受折磨，承受不了做犹大。根源问题就是我太惜命了。口里承认人的命在神的手中掌管，嗯，可心里并不是真实的相信，所以临到危险环境就想逃避。其实我能不能被抓，受多少酷刑，会不会被打死，都在神的主宰之中，我都得顺服接受。是。 想到，主耶稣的门徒，有的被马拖死，有的被钉十字架，他们遭受了各样酷刑，至死为神站住了见证。他们能对死亡不惧怕，把本分当成自己的责任使命，能为神舍一切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是啊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来传扬神的福音，见证神。嗯，这是最有意义的事儿啊。是。 我又想到，有的弟兄姊妹被抓，能祷告神顺服下来，依靠神去经历这样的环境，经历中就看见了神的带领引导。是，有的遭受酷刑的折磨，快承受不住时，祷告神，灵魂出窍，肉体感觉不到痛苦。有的被抓受酷刑，虽然肉体折磨死了，但得到了神的程许。是。 就如主耶稣说的：“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阿们”阿门。那些临到抓捕被显明的犹大，他们因着惜命保全自己，出卖了神家利益，背叛了神。虽然肉体还活着，在神看，他们失去了生命，得到的是永久的惩罚呀。 确实是这样啊！为了保全自己，苟且偷生，背叛神，即使外表肉体还活着，但心灵里痛苦煎熬，活得跟行尸走肉一样、啊。是，想到自己怕被抓做犹大，失去蒙拯救的机会，就想保全自己，不维护教会利益。我这样做，和犹大的性质，不是一样吗？ 揣摩着神的话，我对死的事看透了一些，不再担心害怕被抓，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。接下来尽全力处理好善后工作。嗯。晚上我得知又有几个弟兄姊妹被抓，看到环境越来越恶劣了，需要赶紧把神话与书籍转移走。嗯。现在联系别的教会啊也来不及了。 我心里也火烧火燎的，我忽然想到，那些被抓做犹大的人不认识我家，干脆把书籍放到我家，起码暂时是安全的。等和别的教会联系上，再转移到安全的家。第二天，就先把书放到了我家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又依靠神把书籍安全转移走了。这下我悬着的心啊，才放下一些，感谢神啊！ 回头看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，我看见了神的全能主宰，对自己自私卑鄙的败坏性情有了一些认识，同时也明白了死的意义与价值，心里得到了释放。我有这点体会和收获，是神的恩待呀、啊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今天转移神话与书籍呀、啊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哪怕我真的被抓坐监，我也得把本分完成。是。 感谢神。